啊，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赶在一个小时内结束。现在应该是 OK 了。完了，这三只太迟了。等待时间太长而大意失守，真丢人了。废话，我的任务就是将这道门守护到底。 想过去就要付出代价，这才是道理。代价还是你，奋起！敌将已被我击败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曹操军在陆战场的确有一日之长，没能颠覆他们的优势。 是我失策，周瑜大人在赤壁的计策完美无缺，我正式收。快，这是完毕。看来我还是差得太远了，要效仿周瑜大人，进修，勤学苦练。报告，我们已经冲破包围。 找到了撤退地点，总算脱离了险境。只要能活下来，就有望东山再起。此事我大败，魏王孙权，来日必定要向你等加倍奉还。这是曹操输最惨的一场。 父亲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经历如此溃败，应该笑不出来才是啊。废也子还，其实正好相反呢。如此惨败的经历，可不是寻常能够遇得到的。上一次还是行刺董卓失败呢，对吧，夏侯惇？ 那时的规模和这次完全不一样吧？或许是吧，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，那便是纵使失败，我也会继续前进。孟德，我的道路还没有走到头，我要倾尽平生之力，成就霸业。哼，大败之后还能这样豪言壮语啊！ 你可真是不思悔改呀！我们与主公同心同德。不过，嗯。OK， 赤壁大战结束了。董昭啊，你要召见董昭大人。嗯，将此次战败，想要，是我直言。人们自然会想到，就是魏公之后的路线。 如此一来，就……那么，等我以魏……怎么可能那么顺利？魏推行的礼法，就是魏的礼法，不是汉室的礼法。即使强行创造出短暂的太平之势，现在这样，确实会花费更多的时间。但是，你所说，但是，希望你能明白。实在抱歉。哎。 对，荀彧会绕跑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会跟到后面。所以，玩之前的荀彧后面都无效无期。好，赤壁大战结束。